好了，我们现在讲这个《历代志上29章11节啊，这个经文讲到神的全能，所有一切都在他手里，耶和华啊，尊大、能力、荣耀、强盛、威严都是你的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国度也是你的，并且你位至高。为万有之首，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你也治理万物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。然后诗篇24:1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这个经文你可以，很清楚看到神是掌权的，所有一切都在他的手中。尊大、尊大能力，所有的尊大、尊贵，所有的能力，这是人的能力，也是来自神的，不是人赐给人有健康、有生命，他们就没有能力的。荣耀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。神的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荣美，基督徒有的荣耀，我们也有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有怜悯，有爱心，有平安、喜乐，就是神的荣耀。强盛，这个是胜利，威严都是神的。凡天上地下的都是神的，国度，所有的国家都属于神。并且你位至高，位万有之首，所有一切你是都是你的，你是首领，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你也治理万物，所有丰富，所有人会能够有丰富，有尊荣都是从神而来的，神也治理万物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神有很极大的能力，无限的能力。使人正大强盛都出于你，这是人能够成为正大强盛有力量，都是从神来的。当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，信靠神、遵从神最好，因为神能够叫我们正大，叫我们有能力啊。但很多人就是不相信。好了，这个反面的例子是很多人就是不相信神的大能，有什么后果呢？可能他们会抗拒神的能力，他们会违抗神的命令、神的话语，或者是他怀疑神，他说如果神是全能，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罪、这么多的麻烦、困难呢？这个世界有的罪。麻烦困难不是从神来，而是人的罪。但有些人说，如果神是掌权的，为什么允许这些人犯罪了？如果是神不允许的话，唯一的方法是审判，现在就审判，恶人就不能再做什么。但如果神允许人存在在地上有自由意志，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，神是允许他们有自由意志的。所以是必定有罪的，这个世界有人就有罪，有罪不是神的问题，是人的罪的问题，所以人就会有罪。搞西风，去到弱嗰度，加快点。西风，好了，所以很多人就是没有相信神的大能，基督徒也没有相信神的大能，就觉得。我靠自己赚钱，我们都需要做工的，每个人都需要做工，但其实是神允许我们，我们才能够赚钱。神给我们能力、机会，我们才能够赚钱。所以，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，是神供应我们需要，我们应该工作，每个人都应该工作，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工作，做好应该做的事情，但很多人就是他们这个问题了，就是
啊，他们不太相信神的能力，所以他们就是用自己的方法，要赚钱啊，或者是他们觉得跟从神不跟从神都不重要，就觉得好像神是盲的、聋的、没有力量的。有些人信耶稣是觉得神是没有用的，不能做什么。但我们经历神的人知道，神是很真实，他有重大能力，所以当人听从神的时候是最美好的。好了，这个当刚才反面例子和正面例子是什么？有些人真的很爱主，他们真的有神的能力。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能力很大很大，很大的圣灵的能力，很大的意志能力，很大的改变人的生命的能力。有些人是有这些方面的很大的能力的。好了，神的属性是什么呢？他就是充满能力，充满权柄，所有一切都在他手中。所以，我们知道，我们顺从神，他必定祝福。他有能力祝福，他有能力这样教导传开。神是掌权的，他的恩典是什么呢？他将能力赐给信靠他的人，是他将荣耀赐给爱他的人。圣经里面有些人以为信耶稣就有福气，圣经其实没有这样说的。圣经是说信靠耶稣而遵从的人有福，圣经没有说你信耶稣但没有改变就有福。有些人他们信耶稣但生命没有改变，他们的生命都很多麻烦的，不开心啊、烦恼啊、家庭问题啊，很多各方面的问题。这个是因为神没有允许。祝福你信耶稣就可以了，所有一切福气都来到你身上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圣经说什么？神为爱的人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。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了。遵从神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就好像建造在磐石上。这个就是神应许的，我们爱神的人，有福气。越顺从神，越跟从神的方法，越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，就越有神的能力、神的恩赐、神的祝福、神开路，神赐给他。但有些人说，有些不好的基督徒还是有权势，但他们的权势，不一定是神喜悦的，有些这个世界上有些人，他们好像在地上有能力，但神不喜悦的，神不祝福的，有钱的很多人有钱的，但这些人未必是神祝福的，他们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神的爱，所以他们生命里面都很多很多困难，很多麻烦，神给我这个四点，推动人去爱神、尊崇神、侍奉神。四点很简单，你放在记忆里可以应用出来。第一，神是全能的，凡事都能，所有一切在他手中。第二，神是充满爱，他爱每一个信主的人，他也爱全世界人，很想拯救他们，就是他们愿不愿意信耶稣。第三，神。凡是爱神、尊崇神、侍奉神的人，必定得福，神必定祝福的。第四，不尊崇神、不爱神，犯罪必有破坏性。很简单的，所以我不敢不尊崇神，我很有动力尊崇神，因为我知道必定蒙福，神必定祝福我的生命，也使用我祝福更多人。其实我不是追求地上的祝福，因为。地上的祝福是我们需要什么呢？我需要吃的食物不太多，每天吃的食物不需要太多。我们住的地方也不需要太大，我们需用的所有的需用的东西其实也不是很多，就是有很多钱，有什么都需要享用的都有，是不是就比较伟大了？有些人有很大的物质，但。我们的屋子不是那么大，重不重要？还是不重要？
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，有一天都要过去，所以神的祝福才是最重要。我就全心的跟从神，喜悦神，因为我看到神的美善。我看到神的美善，第一是从我神学院教导平衡律法和福音，我看到福音的恩典，我就很喜欢。第二，我经历圣灵，我经历神的喜乐，神的爱，我觉得很宝贵，我就很喜悦神，我就常常思想神的作为，常常思想神怎样带领我们，神就提升我的生命，提升我的教导，我非常的感谢神，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，看到神是掌权的，充满爱的，我全心就信靠神了。好了。然后这个警告提醒，很多基督徒活得好像孤儿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不相信神是凡事祝福，他们信耶稣，但永远都是烦恼。很多基督徒他们都是痛苦，我们为很多人祷告，有些人就哭啊哭啊，哭得很厉害，因为他们都是很多烦恼，很多不开心的东西，他们没有看到神是医治的，神的能力也包括医治，但我们信靠神，对人放手。我看重人，我祝福人，但我对人的期望是不高的。基督徒爱主的，我对他期望是希望他爱主，但如果他们软弱跌倒，我会尽力帮助他们，但我不会很失望。为什么意思呢？很多教会都很软弱，这是他们的问题。我会尽力，他们给我机会，我会帮助他们，但他们不给我机会，我不会担负他们的担子，因为我接受人有罪。我看到人有问题，是因为人没有看重神，没有尊重神。我不需要担着他们的担子，有人对我不好，有基督徒对我不好，我不放在心上。他们不能害我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希望是基督徒都爱主，但很多基督徒不爱主。但我不会因为这个缘故而灰心，我不会灰心。我觉得每个人负责他的生命，如果他允许的话，我会帮助他。但不允许的话，我不会担着担子。但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，哎呀，我的家人没有信主啊，我就很伤心。我们都会伤心的，但不能整天都去伤心啊，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责任。我们传了福音，他还是不信，是他们的责任啊。我的家人对我不好，老公老婆对我不好，朋友对我不好，同事对我不好，他们就担负这些重担。所以很痛苦，这个是警告。为什么很多人活得很痛苦，没有力量？因为他们没有相信神的大能，也没有相信没有分别人的罪。有些人看到人有罪，很难接受。基督徒也有罪啊，传道人也有罪啊，不能接受。我说这个是人的罪性，所以我不被人影响，因为我依靠，但是依靠神，我不依靠人。但我希望有更多爱主的基督徒，我与基督徒合作，我非常的开心。但我看到基督徒不好，我不会被影响。我是解释怎样不被不好的人影响，怎样不被不好的基督徒影响，因为这是他们的责任。我做好我应该做的，我相信神的大能，神可以使用我祝福更多人，所以其他人软弱，我尽量帮助。我放很多影片在网上，放很多教导在网上，他们可以自由拿来用，我所有的资料人都可以拿来用。但他们不接受的话，不是我的责任，我就不会背负人的重担。我见到人不好的地方，我的有些人，我与他们相处的，他们有他们的问题，我不会担负他们的担子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永远轻松了，我不需要担负任何一个人的担子。
但我尽力帮助他们。这个我希望你们看清楚，有些人是这样的，看到人有罪就放弃他们了。我不会放弃，我不放弃，我尽力帮助，但我不会背负他们的担子。这个是刚才我说是警告，为什么很多人基督徒活得很痛苦？因为他们担负别人的重担，担负自己的重担，担心他们的生活，担心他们的困难，就很多痛苦。我们不需要这样，因为有神是全能的，我有神，他是全能的，我可以大有能力的，我的生命是很宝贵的。你这样看啊，如果你看到天使，你说天使很厉害，很有能力。我们的生命比天使更重要。天使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很重要。但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重要，只是看到别人的不好，就被他们影响，被他们拖垮，是不是？普通话，被他们拖垮，没有能力，很伤心，很软弱，这是其中一个原因。其他的原因。他们不知道怎样从神得力，所以虽然神有无限的力量，但很多基督徒是活得很软弱。哎呀，我今天又犯罪了，我今天又不开心啊，我又有烦恼了。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不懂得怎样从神得力，不懂得必定藏在耶稣里面。耶稣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有力量，才会结果子。没有神的力量，不能做什么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不能做什么。但有些基督徒不看重这个，这些传道人有些也是这样的，他们以为事实最重要，事实是重要，但最重要，超乎事实是神的同在、神的能力，这个最重要。好了，然后如何了？我们知道所有一切都是神的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这所有的资源都是属于神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，所有的物质，所有的人都属于耶和华。当我们爱神的话，圣经里面罗马书8章32节，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？所以，我们有无限的资源，我们的生命去到什么程度，神就赐给我们什么资源可以帮助人。我感谢神，神让我开始了这个我们有一个宣教机构。我感谢神，我们这个机构其实是小的机构，因为其实我回到香港，其实13年的时间，之前我是在外国的。这个机构其实我开了几年的时间，很多人都不认识。虽然有些人在网上看我的影片，但他们没有参加我们的群体。参加我们的群体的人不多，但我感谢神，这个奉献的数目很大。我们这个奉献的数目帮助我曾经去15个国家宣教，也帮助我。给我们力量去经济上帮助不同的宣教的工作，是神的能力按照这个机构的大小，应该能力是小的，但我感谢神，我们有大的能力，影响人的能力，也有不同人看我的影片，生命被改变。我看到我就觉得神是你预备的，我完全不要，完全。我不是夸耀，我是说神啊，我们听从你，你就为我们预备。其实有些人也没有参加我们的训练，他们在网上看到我的影片就奉献，所有的奉献都不归我们。我感谢神，神供应我的需要都是使用在宣教，神就为我们预备。因为所有世界所有都属于耶和华，我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恩典。好了，这个讲到这个得力，怎样得力，怎样得力，如何得力，这个这个讲到，记得这个部分吗？
人的反面例子、正面例子、神的属性和恩典、警告和提醒，然后如何首先除掉这些垃圾的？什么垃圾呢？以为神没有能力，埋怨神。有些人有病有烦恼，他们第一做什么？烦恼啊，埋怨。埋怨的时候，他们就断绝神的祝福。很多基督徒不知道，我们埋怨，他们的心有人埋怨，心就不打开，不打开神就不能祝福了。他们就封闭神的祝福，所以受苦就是去自己。有些人有困难，他们就去埋怨，自己就受苦了。我们就放下这些埋怨啊，或者去不相信神是所有恩典的来源。有些人以为是自己赚钱，其实不是神给我们健康，我们也不能赚钱；不是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也不能侍奉，是神给我们的力量。所以我们唯一的依靠都是从神来的，我们能够侍奉是从神来的。好了，这个除掉这些垃圾，依靠人，依靠自己，不看重神的能力，不相信神的能力啊，没有亲近神的力，这些方面都需要处理。如果我们里面有这些问题，我们都需要处理。知道所有恩典来自神，所以我们全信的。亲近神，尊重神，因为亲近神，尊重神，神就将所有我们需用的都赐给我们。好了，怎样亲近神得力呢？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，整个思想、意志、感情喜悦神，感谢神，全心全意的敬拜的时候，不但是外面的敬拜，是里面的敬拜，就有力量了，常常有力量，领受更大的力量。我发觉，当我越在圣灵充满的状态讲道，一边想着神的美善，我讲的时候，神的意念就临到我身上，神的意念就源源不绝的来到我的里面，里面就有不同的教导出来，所以这个从神来的生命就给我力量，给我帮助，给我帮助，我感谢神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怎样从神得力。有些基督徒说他祷告没有用，因为他们不学到能力。很多人以为是这样的，祷告有能力是什么呢？我没有钱，我求神，神就给我钱，这是有能力。他们以为有病祷告病好了，所以神有能力如果病没有好就没有能力。他们以为能力就是他们要求的，神给他们就是能力。其实最重要不是我们的祷告蒙应许，因为是这样的，例如约瑟去到埃及，在埃及的时候神有没有帮助他呢？有啊，但他还是坐牢很多年呢。虽然神与他同在，他还是受很多苦，所以受苦不代表神不同在，所以我们的祷告应允不但是我们的问题解决，而是我们从神得力。有一天我们可能受逼迫，被放在监牢里面，但你在监牢里面有能力、有平安、有轻松，这样的话就是神应许我们回应我们的祷告，就有力量了。所以这个观念，祷告蒙应允，不但是我们要求的得到，而是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能力。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求的神会帮助我们，当我们以神为念的时候，神就祝福我们。我分享我生命中，其实我有很多年是受很多苦的，是受很多苦，但这个苦对我很有益处。在这个苦的时候带来两个大益处，一个，我更抓住神，我不停的呼求神，亲近神，赞美主，爱主。我很多诗歌唱的时候都是没有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没有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也唱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惧惧乏，就是我以前
在受逼迫的时候、困难的时候，我就唱这些诗歌，我就觉得很平安。我就觉得最重要是有平安，最重要不是问题解决。然后，这个经历圣灵充满之后，自然能力更大了。这个神同来的这同在。刚才我说这个逼迫对我的好处，第一，在这个过程我多祷告；第二，我就学习不被人影响。他面对面骂我，我一边我有一个保护我的意念，不要紧，他说的话不能伤害我，不要放在心上。所以我现在因为经历过很多年的这些伤害，我可以面对人的伤害，我可以一边人说不好听的话，我一边听一边在细想为什么他会这样说话呢？有什么问题呢？我有没有错？有错我就认错，没有错的话我不放在心上。我觉得是对我有益处的。经过这些困难，我就随时有力量。感谢神，我不被任何人影响。这个我感谢神，非常感谢神。好了，细节上怎样有能力？细节上怎样有这个生命的提升呢？我们就是要看看我的生命什么是我们的强项。每个人都有我们的长处的，我的长处是教导训练，这个我感谢神啊，亲近神的方法也是神给我的强项，这个恩赐能力我感谢神。这方面就是我主要要放力量在那里的，我主要放力量在我们的教导，我的教导怎样保持神的同在，但这两方面来说，我最重要是教导。为什么呢？有些人他们是用很多时间祷告，他们去带领恩告聚会，他们祷告，很多人经历圣灵，这是好的。但我的呼召最重要不是这个，虽然我为人祷告，人会经历圣灵，但我最重要的恩赐是训练人，提升人的灵命。教导人，这个是我的强项，所以我放更多时间写作、预备材料。我不是放所有时间在祷告。如果我是恩告聚会，如果我最大的恩赐是恩告聚会的话，我就会用我大部分的时间就去祷告，一群人一起亲近神，整天亲近神，充满能力。这样的话，就是另外的目的，有些人就是这方面的，他们有这个恩告的能力，圣灵的恩告，这个是不错的。但可惜的是，有些人是有这个能力，但没有教导，他们需要总应该教导人遵从神、侍奉神、提升生命，这个是应该的。好似有啲冻系咪识系咪识咗佢？你觉唔觉得冻？你哋觉得？冻。系啊，我冇吹过。我们明白的话，我们就知道，你可以唔好吹个人灯，顶咗佢。就是我们寻找我们每一个人的你们的恩赐强项，在那方面发展，也处理我们里面什么地方不是我们最强的这方面，我们有些时候这些有些破口也需要堵住的。有些人为什么没有能力呢？因为他们担心啊、忧虑啊，这些需要处理。处理这些担心、忧虑、负面思想，就能够有更容易神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。好了，我这个信息讲到就是，神有无限的能力。神既不爱惜他的独生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爱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？所以神已经为我们预备无限量的能力恩赐，我们可以领受的，我们也鼓励教友，你们可以领受，你们可以有能力的，你爱主，你的生命就提升。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，我已经向很多人传福音，就是神改变我，给我动力，很大的动力，因为我看到神是真实的，我见到什么人就传福音，到现在也是这样的，我见到有什么人有机会，我就传福音的。这个是神给我的动力。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能力，都有这个动力，可以被神大大使用。他们
这样自己生命放在神的手里面，就能够有这个能力。很多人没有这个能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埋怨神，没有看到神的大能，他们注目在自己。我得不到恩赐啊，我得不到钱啊，得不到啊家庭啊，我就埋怨了。他们就被自己的困难拦阻，也没有看到神的美善，所以他们的生命就很软弱。啊，我曾经认识有传道人对我说，我很难赞美主。我问他为什么很难赞美主，他说我的属灵生命软弱，我的侍奉软弱，我的家庭困难有困难。我就了解，就好像他与神的关系不懂得怎样有力量，他侍奉的时候果效非常重，因为他本身没有属灵生命。没有属灵力量，侍奉必定困难的，所以我们必定从神得力。而且他的家人的关系不好，所以家人关系不好，他的健康也不好，他可能会觉得神不帮助我，但他们没有看到是自己的困难拦阻。我们越知道神是所有恩典的来源，我们就堵住所有的这些破口。我们有什么破口，也发挥我们的生命。你们想一想，你们有什么地方是你的强项，你就求神帮助你提升。我就挑战大家，神啊，我可以被你大大使用，我可以大大的提升的。我们一起祷告啊，亲爱的天父，你有无限的能力，无限的恩典在你的里面，你有很多礼物要赐给我们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相信神的大能，相信神很乐意将这些恩典赐给爱你的人。我们就来到你面前，神啊，你是我所有恩典的来源，我们信靠你，仰望你。求你帮助我们堵住所有的破口。有什么地方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破口的？我们有什么地方有埋怨的？有负面想法的？有忧虑的、烦恼的，求神帮助我们处理，让我们活在平安喜乐里面，常常活在神的平安喜乐，有能力从神得力，每一秒钟都从神得力。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有一点，刚才神给我一个要点，我要说一说。有些人的生命是这样的：星期天去到教堂，或者是几个基督徒祷告就很有能力的，然后回家啊吵架又没有能力的，啊麻烦又没有能力的，他们的一个星期是这样的，有高有低，就是整个生命都是这样的。这样的话也是很痛苦的，没有人一起祷告就没有力量了，所以他们找到基督徒就说："哎呀，我很苦啊，哎呀，很多麻烦啊，为我祷告，为我祷告，都是很苦的，为什么呢？"他们没有学到怎样从神得力，总要有人要帮助他们，他们才有力量。有人为他祷告才有力量，没有人祷告没有力量，有烦恼就没有力量。这样的话就高高低低了。但我的重点是这样的：神的能力给我们是随时随地，所以我们必定尽量整天亲近神，整天感谢神。而且尽量明白，人可以带来麻烦，人可以带来祝福，但很多麻烦都是人带来的，因为人就是很多罪，所以我们对人的期望放低一点。他们有好的，我感谢神啊；有好的基督徒感谢神，有好的非基督徒感谢神，但我不会期望每个人都是好人，他们不好，我不放在心上，我就不容易受伤害。大部分人的伤害是从人来的，都是人对他不好。我不被他影响，我就平稳安静，是不是？我希望你们都能够保持这个随时随地有力量。有些人是这样的，他们来到教堂很有力量，但因为家庭中夫妻关系不好，儿女不听话，回到家就很痛苦。我对他们提议是怎么样呢？第一，从神得力；第二，你们家人负责他们的生命，虽然你爱他们，你想他们信耶稣，但他们不信，他们不读书、不做工，什么都不做。你尽力帮助他们，他们还是不做。
但我们有平安的帮助，不去烦恼。有些人去烦恼的帮助他们，所以他们都抗拒了。抗拒之后，自己受苦了，家庭很痛苦，回到家整天就不开心。在这个情况，他需要放手，努力帮助他们，但不期望他们会什么大的改变。他们已经几十年都是差不多这样，很难改变的，我们就放手了。我们就不被人影响，永远有力量。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哈利路亚！还认错头，我未明白你系。